的风格，我们跳点不一样的啊。全一行的哥哥右下角，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麦上的主播。那么给大家跳第一个舞蹈，给大家跳个夜上海啊，夜扣太多了啊，解开几个是吗？来把你们的小六六扣起来，我解开几颗好吗？解开几颗好吗？给第一个给大家跳个夜上海啊。
我记得好像就是有一个哲人说过啊，这个中国旗袍前后两片布啊，就能把这个中国女人的身材这个包裹的玲珑剔透，玲珑有致。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身材，大家喜欢就好。谁呀那么臭不要脸，这公屏叫我媳妇儿，给我死说话讲一下，你个臭不要脸的叫谁媳妇儿呢？哎，别闹啊兄弟，别闹啊，解开一颗好了啊，是有点热啊，解开一颗啊，没有滚到吧，我答应你们解开一颗，解开一颗，然后我再记上。你妹的，都叫我媳妇儿，你们去死吧，你们这些臭不要脸的。就卖轮子，轮回家一堆老公，我也是醉的。真时间喜欢银行的勾一勾右下角，来那个叫我媳妇的这些大哥们，来把那个直播通知勾一勾啊，手机互点头上我名字右边橙色关注，快点的来叫媳妇的把关注都点上来，你们这些臭不要脸的。下面给大家跳，他妈的能不能不叫我媳妇了，我 fuck。谢乌一哥，好，给大家跳下一个。一嘴巴子把你们这些臭不要脸都拍松花酱里面。快点勾一勾右下角，叫媳妇的勾一勾右下角啊！你们这些臭不要脸的小哥哥们，手机互点头上名字右边有个橙色的关注，然后关注一下麦上的主播，关注一下彤彤。我几岁？我今年12岁。今天是我的本命年，主播12岁，是不是很嫩啊？很嫩吗？下面一个我给大家跳这个，对，我写完了作业来轮的麦。哎呀呀呀呀，今夜月光甚好，带我出去寻觅一番。哎呀呀呀呀，不要问好生俊俏的公子啊，
姑娘，你们也信我是醉的。刚写完作业，然后来给大家轮麦，很辛苦的。然后大家喜欢英涵的，勾一勾右下角直播通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叔叔们，谢谢各位叔叔们勾的直播通知。喜欢英涵的勾，点点手机户，点一点我名字右边一个橙色的关注的这儿。下面跳个正常点的，给大家跳个小野猫吧。现在给大家跳个正常点的小野猫。我他妈说我十二岁，你们也信啊？你们这些臭不要脸的，甚至叫我媳妇儿，现在又叫我儿媳妇儿，你们到底想怎样啊？来吧，喜欢一行的勾一勾右下角，快点，我要回自己直播间了，因为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我就要还有1分45秒，我就要回自己直播间了，叫我孙媳妇儿的死松花江里去，要不然你们就找不到我了。大家勾一下右下角，手机后点头上有名字，右边有个橙色的关注，然后最后一个舞蹈给大家跳正常点的小野猫啊，看你们哟，偶尔跳一个这种风格的啊，要不然怕你们。总是看一个风格看腻歪了。Hey boy, come on baby.大家勾一勾右下角，我要走喽。然后我们明天见，我回去把这个小野猫给大家跳完吧，自己直播间给大家跳完吧。快点呀，我要走喽，我们明天见，宝宝们，谢谢大家。